要想要物资。哎，我跟你说，高手是不懂我们的这种心思的，好吧？那我就默认我是高手了。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OK， 你看这个圈继续往西去了，又把整一个小岛涵盖在里面啊。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像 4AM， 我们前面的队伍嘛，一个是 4AM， 他还没有游过去。佟家堡的话，正常在卡一个桥，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我们去预期的情况有那么略微不一样，因为佟家堡和 4AM 在打小岛圈一直在变化，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就针对 4AM 和佟家堡其实都做了一定的研究，但是这一把的话，他们是跟我们之前去想的一个思路其实是不一样的，就现在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就是要小心哦。对，包括到派，其实这三个队伍都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嗯，这就也应了刚刚窝里有说嘛，就总决赛大家都对会有点变，你变我也变，对，所以这游戏最终还是靠随机应变。像现在我们碰到了派，我们就要警惕，就是要么是 4AM 没有过河，要么就是派过来了，所以肯定是有一方就这个现象就已经证明就是这里人有点多，但是只要是这一边人多，就证明我们可以开船，嗯，只要是这一边没有人，那就证明 4AM 和佟家堡都去岸边了，对，那加上 STE 本身河境的原住民，他会把海岸线踩满的，那我们就不能开船，所以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碰到他了，你看我们现在就很清晰的去知道可以开船了，这就是一个随机应变嘛，是，所以我们准备就是我们虽然说跟预期的不太一样，因为别人也在变，但是我们这一波整体的一个对他们的理解去做了一个临场的反应也是对的，是，我觉得这个也同样这一局他们的物资情况可能开船过去以后仅剩的药物就不会太多了，Allen 这边还可以分一分，是的，整体来讲我们是一个慢收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整体物资还算可以，所以这个金圈思路也是很清晰啊，就是应对不同的情况呢，我们做出对应的处理，那这边选择了去开船，从北绕进这个小岛上，因为这样的一个圈其实我们也能够预判到，比如说像二岛过来的那两个桥一定是人满为患的，你看像休坦姆本身掉了一个人之后，他也不选择要山上了，所以他现在被团灭了，就我觉得是应该的。我早就觉得休坦姆他凭什么能这样玩？就显得他们好像可以乱玩一样。他现在掉了个人之后，山也不敢控了，现在山就是 RNG 的了。然后碰到 ST 又没打过，那他们就等于是把一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圈都玩没了。孟娜老师有一点字字诛心的意思啊。不好意思，那这边 4AM 的处境也是十分的尴尬。他们现在跟派因为也是卡在了海岸线这边嘛。不过这样子，怎么派和 4AM 卡在这里的话，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的。我们对，我们就好好开船嘛。航海王。可能就是派这波打掉 4AM 以后，好像演变成了你们之前演练的那个局势。看下一个圈了。我们怎么样都是会选择偏西一点的海岸线上的，但就怕佟家堡去防我们。肯定会防。排水了。哎，这个圈出来之后，他们桥口过来的，知道这一路的信息。看他们应该会做一个举手。那大家现在应该要打一波药，补给一下状态。其实我们能够看到河境啊，那个位置包括河境旁边这些野区目前是没有人踩的，是我们是不可能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起码有两个队伍，两到三个队伍都是过桥或者过那个最近的河的。鱼儿嘞哦，哎，这里其实还就是没有在河境吗？是吧，没有在河境，对，但是也没有到那么西的位置啊，是的，肯定是靠西嘛，随机应变，对不对？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圈对这个圈回切了一些嘛，哇，那这样的话只要佟家堡不摁毒，我们其实我们都能上，对啊，其实相对舒服了，其实对，现在局势变得有些明朗，是因为派和 4AM 在那一侧已经内卷了吗？我们可以看到南部的桥口是聚集了一二三三个队伍，然后在圈边还卡了一阵子。对，而且刚刚是决胜出了三支队伍啊，包括莫大老师批评了一下的 Showtime 现在已经无了。你看你自己看嘛，这整个大山本身就是 Showtime 的，他就收着的，结果现在踩在上面的人是 RNG。
哇塞，这波 TMG 也是直接进来了。TMG 应该是还剩一个，是的，还剩一个，然后 SG 是要扶起来，扶起来的话是三个，所以就是一个三打一。阿姐也是一直在往后跑了，就证明 不太想继续打了。雷仔这个位置肯定是扶不了了。嗯，这个圈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小阴阳吧，就是一个高山和一个下面山和下面。嗯，因为这个山是不能推进的山，所以它能分阴阳，就这个山是不能推进的，因为太高了嘛。你从这个画面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除非有个有架，好吧，对，得有架直升机。就这个时候适合那个之前经常玩的那种什么。那种不同模式下不是有些什么飞伞 啊什么可以飞去圈中心的那种东西，是是是是。这里看到应该是圈的南部啊，因为都是士兵战队和体坛。哇塞，这么提前预判雷吧，应该算是的。这个位置太难推了，除非 ISG 抬一手，因为 ISG 的黄儿也是在 NV 的屁股后面了吗，再靠过来。哇，这是两个雷，两个击倒，是这两颗雷都非常精准。哇，这个雷也是追踪的，差一点又把水泄给雷了，差点摔炮就把整一个队给摔没了，就自带导航。是的，呵，有遥控器。虽然我落地没有跟你肉。嗯，哦对哦，是的，那这样没了，已经剩最后一个了。就是没在派男肉，但是我们在哦，这个圈嘿嘿，太友好了，耶，起飞。这好像经历过第一局的大波大战。我就说了吧，我觉得第一局那个圈就是。这四天以来最差的一把，就看了第一把就搁那就没上了。搁那说什么线上主场的，就太片面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对吧？曾经圈型就是差到爆。是的，事实告诉我们，大家还要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理性一点。是相信选手，嗯，相信选手的发挥。那这样的这个圈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嗯。这个时候只需要保像素那个点，然后在屁股蓝白圈卡一个两边。嗯，而且唯一 SNG 是出不来的。对、嗯、而且唯一的一个派他也是往南部那边去走。嗯，是的， SNG 那个位置是一片大空地，这个过道基本是过不来的。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圈型一刷之后选手们的语音吧。嗯，核心里边有人呢，小心点，好像标点那也没人，我听到人在这，他等会儿好像没车要拉出来，合计没圈了，我赶紧得去一个像素那边。我们这个可以帮你集火，帮像素架。我这还没什么人来的，待会我这可以帮忙架的。黄军有人，城标，我看了一个，这里有一个，对，等他出毒，我也得走了，嗯，核心里边是反正死了，直死的，要什么就在核心，我挂毒鞭了，核心还有点在圈，嗯，他就一点，他们都要刚刚出来的。B 核心区对面，要来个我来我这儿，来个来我这儿，腿不过来，腿不过来就架死，让他们来，你帮我架着，我这有一个，往你那上面跑，帮你叫，能架吗？你叫我就跑了，你叫，别让核心的来我这儿啊，来，我看不全，来，帮我把核心架着，帮我把核心架着，要顶，这不要顶，我也过去吧，来一个人。来两个，你过、啊。如果能来两个就来两个，能腿吗？好像腿不过去、啊，腿不过去是封烟。奥兰架枪，能从右边破腿来，往右过。你们一个架，我去个两个架架的死，他只要没车。哎，后面来人了，后面黄区来人了，哪儿？这个黄区，黄区来人无所谓。露露枪，你们三个露露枪。你可以去了。一起露露枪，你架在我刚才过去。露扫一轮。黄标还扫不了，现在扫不了那个人了。花痴过不来啊。过不来就上，该怎么你扫的？OK， 过不来就算了。右边黄标有能帮我架吧，只能帮你架，帮我架就行了。你俩帮他架，你俩帮他死架。封烟，要封烟，他封烟。
山顶上有人的，倒了一个，他倒了一个。你架着，看到人跟我说。只要他那烟，帮他换下烟。贴了吗？已经。贴了吧。我在看。好像还没看到。我先给跟他去石头了，王爷你架着。来一个人，来一个人，我来，我来。给我侧身。加我左边。今天你疯了吗？他们疯了。你靠位走，那你左边。哦，人没看到了。不知道去哪了，你们进来有脚步吗？没有，我这样。毒的。他们估计不送了。看不到人。王爷看山。他应该不送，他应该不送了。派倒一个。他不送了。死了吧，应该前五了，死了，派死完了，他都派的，还有他也派死了，死了，还有一个，还有我这次他妈是谁跳完之后前五的呀？派死的 ，SMG 死完了吧？没有，他一个死完，毒哦 ，OK， 还有个抗毒吗？对，你确定吗？确定，他是每次打死那个锁骨的，他应该不送了，来我们去，走吧，死了，哎，程彪得抢，我去，去有车吗？前面上面房间不是有人吗？程彪、oh, ，OK， 你看这个圈，架着我腿过去，能架吗？我还要进，还要下，下了吗？我腿过去了，等我们来，把他山上架死。他进了，进了几个？他进去了，他进去，进平房间打的，就两个，你们过来，都过来，房间打他，我架山上那个，我这是圈的，我能架的 ，OK， 山上得要下来的，我知道，他山上吃毒。防区就两个，他上来要吃毒，你们等下贴的石头把他给打了，给他排雷就行，贴过去给他排雷。OK， 我现在贴，打残了，平房边，倒了好像，他都又被打了。防区再打，防区在平房右边，平房右边，你们能打平房右边？他吸了很多烟，我先埋这吧，把山上卡死。山上卡死，山上下吧。好了，标点，走了山上。来，去房里。来，我给你们。跟我，来，在哪儿？房子右边，应该在右边房子。我封烟。倒了，哪倒了？房子。哪倒了？对，隔壁还有，新隔壁。还有一个吗？有雷，别进。死了，有颗雷。就是，他丢了颗雷，好像。你赶上去吧。凑，山上在哪？这边有个干拉的。哪儿？标点。你不要点，花痴。好的。抽三脚架。该补了。等我先顶到厕所吗，兄弟们？厕所有人。他上打。啊，包天了！你让我进。我操！我能救。厕所，我被厕所打的。Okay. 救一下。厕所外面吗？救一下，大哥。是不是厕所外面？去救吗？救一下！我操！等我跳过去。谁跳？救一下，九秒了。站走了，站走！封烟过去了，王爷，包里五颗烟都舔了。安静死吧！你自己封。你包里五颗烟你都舔了，我要打药。三，撤走！我来不及、那个，我来不及，你要封烟。又倒一个，最后没倒的。剩下几个在哪？应该在山上。哥们，上面有个，上面救人，厕所几个？暂时吧，三个死了，三个，还有两个，别着急。厕所后面可能还有一个，你们贴厕所就行。他身上还有一个架枪的，哎，今年没了。我给他杀那个打了，说吧打。OK。最后在哪？不是，刚才。我打药。不要紧，我往左边拉，我拉左边了。是左边晕倒的。在哪？在哪？右边石头。右边石头吗？右边石头。OK。不要紧，等他怪送吧。炸倒了，往下右边。不要急啊，撤走。大残，他一个不送了，赶紧死，赶紧打了，直接压。我操，毒死了。兄弟们，这波很细节。啊，来到了第一页。那我们刚刚的这个分数的话，那应该会来到第几呢？第四。又上升了四个，我们上一把进步了六名，这一把进步了四名。Reno 刘波波，和你上场一起赢。
本场的 MVP 给到谁 ？SE 的导师750 MVP 宰的虽然少了点，是对，因为前几个圈我们也是转移过来已经很久了。是我们来看一下淘汰榜啊，目前上述是在第一。